我走不了了，看看这些蘑菇呀，太好看了。这一块，两块，三块，四块，看，卖蘑菇喽！太晚了啊，先到手。好吃吗，老公？好吃。海西啊，天不下了，去捡蘑菇啊。妈妈和姥爷一起去吧。好，招呼招呼他，快走吧。妈妈，姥爷，一起去捡蘑菇啊。他们上前面去了。喽，上山捡蘑菇。哦，看到了，这儿了，这儿还有，哎呀，这儿一块，两块，三块，四块，在这儿啦。我在这儿，这儿有一块，这儿还有一块，这儿还有一块。哎呀，一会儿再找找，再找看这有没有。哇，这一块，这块，这块太馊了。哎呀，太馊了这块。你找你这个扒了去吧。哇哦。我在家里扒了扒了看看，刚才捡了一块。哎，这还有一块。这。那都扒了，这。太小了，哎呦天，看，我等再找找。哎呀，我走不了了，看看这些蘑菇呀，太好看了。下山喽！
感谢大三的馈赠，满满的收获。回家喽。这一会儿给老爸热的衣服都解开了。哎呀，没有，姐姐拿不动了。到家喽，卖蘑菇喽。太晚了啊，先到手。羡不羡老公？有羡了。好吃吗，老公？好吃。